好，那我们要向后退一小步，退一小步，好，啊，我们靠近一点，我看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大哥们。维持在华人地区领导的地位，请大家支持金曲奖，谢谢。看看您左手边的摄影媒体朋友们，黄淑俊老师。接着下来呢，这个奖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啊是今天最重要的大奖，因为再看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媒体朋友们能拿这个奖的机会，也就是最佳新人，请无限融合党开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恭喜侯佩岑小姐。你是个青年钢铁。好，我们再来摆一个 pose， 是呢这个手要打直的，然后你这个要对要拼过来啊，拼过来。好，董老师假装就握过来，好像有这样子。好好，看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媒体朋友们。但是姚大师，您说错了，人家她老公长得还蛮帅的。看看您左手边在身体不动的状况下，还不错，而且是未来的绩优股。再看看我们中间的媒体朋友们，现在聊这要干嘛呢？啊，没事。最后看看你的右手边，这四组新人来到金曲奖的新闻中心呢，我们一定要拍摄一个拿着奖项在空中飞扬的动作。是，然后你的视线要一致看中间左手边，很难的，很难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这是经典画面，像一二。没得奖，我们啊，有没有？这个人跳，然后视线先看左边先，好，左边跳，一二三，再一次，一二三，好，在掰他之前再看看中间的美女朋友们，一二三，一二三，好，就要打119了，看看右手边的美女朋友们，一二三，一二三，谢谢。还要啊，好好好，看红衣红衣服，一二三，还来啊，好，一二三，好的，谢谢。好，我们金曲奖要稍微的保管一下，对对对，我们会把真的会寄给你，谢谢。是，谢谢 Dennis。五位这个老师在自己的领域都是各霸一方啊，这次一组合拿到了大奖，我们刚刚在台上应该是比较空白的，那我们这次分别的慢慢好好说说你的得奖感言，真的好不好？那我觉得先让这个林俊宏先让他发声。谢谢，谢谢大家。我是无限龙盟党的鼓手俊宏，那今天很开心，其实我几乎每年都会参加金曲奖，然后就是帮天后金王伴奏这样子。那今年很开心，我们这个团就竟然能够顺利的拿奖。当然我要先感谢一下吕胜培老师，然后黄秀文老师，然后 Eric 阿达。其实我们在玩这个音乐其实是非常辛苦，那今天真的很开心，然后希望大家以后继续支持我们的音乐，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无限融合党的贝手阿达。然后其实我们长久以来在帮一些艺人伴奏的时候，其实都是平时我们工作的专业，可是这次大家聚在一起，其实整个过程我们做专辑都很开心，从来也没想过会拿奖，可是这次拿奖我真的觉得是大家对我们演奏音乐的一种肯定，然后我希望不管什么样的音乐以后在金曲奖这个典礼上面都会更持续的受到瞩目。谢谢阿达。林老师。庄老师，庄老师，大家好，我是无限龙盟党的吉他手庄智渊 Eric。我现在觉得很幸福，幸福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拿了奖，而是我有这么好的音乐的伙伴，我们可以找到这么好的五位各自领域这么优秀的乐手一起玩音乐，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谢谢，谢谢庄老师。吕胜培老师，是，那我想。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些人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去拍摄，但是我觉得其实金曲奖，什么叫金曲奖？金曲奖是有音乐有演唱者，但是其实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在做音乐做这么多年都是在幕后，那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是我们自己当主角来拿到这个奖，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我想董顺文应该有很多话要说。刚才在后面拿到奖之后，我在后台已经哭得乱七八糟了，其实突然间得奖那一刹那，很多感触突然冒出来。我其实最开心的是，因为我觉得很高兴这个奖可以给我们的吕胜培，
因为吕胜斐他已经拿了很多很多的奖，包括金马奖啦、影展的啦，可他是做音乐的，他最需要就是这座金曲奖。那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个这一世代当中最优秀的音乐人了，所以他这座奖来的算是迟了，但是这绝对不会是第一个，希望还有更多更多的奖。那也很希望媒体朋友有机会帮我们推广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演奏的专辑。那因为所有的版面都是给歌手的，很少有给乐手的，那但是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后面做很好的音乐，想跟大家分享。那希望有机会可以透过你们，让我们跟很多的朋友交流，跟我分享我们的音乐。谢谢，恭喜无限龙的党，谢谢谢谢。